伫外口陪伴来啊，对家庭哦无负责任人，毋是你。所以不管阁有偌侪困难，我拢会勇敢面对的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他是我的物件，伊拢想要抢走。敢是你的未婚夫，阁有你的前翁？毋是我的前翁。我头一遍拄着你，你去监狱演讲，啊，后来拄着你，你是李养房治疗技师，今麦阁是心理咨商师哦。我看哦，你当去做演员啦。而且我等下台湾做谈判的时阵，马甲列副总理不同款，不是直接做副总，我是对基层开始做起的。会当请到你这个空降部队来阮杨氏物流支援，讲起来也是一件好代志。嗯，你去美国进前。住台湾住遐久啊，啊！伫遮是毋是有你特别怀念的人？西龟堡，你是想要听故事哦？了解约束讲，将来一定要好好打拼，做一个律师，替世情冤枉。啊！你奈连我细汉时阵发生代志拢知影？咁真正袂阁像我爱想你啦？可是有计划，我咧想好啊，我真成功了。一定会尽我所有的力量跟你斗相共。旧年的中秋，咱做阵看月圆，你的人，你的心，像天顶的明珠。今年的中秋。月色打望雾，你的人，你的影，变成月亮的忧愁。望月想你啦，月色暗淡困中浮，我腹的心事，只有怣怣想。再一杯一杯酒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心醉为着啥理由？望月想你啦，月色暗淡云中浮，满腹的心事，只有怣怣想。再一杯一杯酒，再一杯一杯酒，心碎。